喂，何生，最近忙紧咩啊？好耐冇见啦喎。唉，最近未揾人改上居，六座居落单位，你有冇啊？我梗系有啦，带你睇下。何生，今日带你过嚟睇呢个 G 单位啊。呢个单位饭客厅好分明噶，这个位置就是俾客人去睇电视的地方啦。另外嗰个位置就是食饭的饭厅啦。呢个单位业主用了20万去装修，所有的设计都是一些人性化的设计，包括这个大鞋柜啦，仲可以坐在这里做着鞋添。我哋过嗰边睇睇。诶，个露台大过其他海上居露台喎。哇，同环宇天下隔成个学校咁远，好光猛，好开扬喎。谭生呢个咩乡头啊？千金难买东南楼。何生，你睇下呢个厕所嘅设计系明窗嘅设计，个窗可以望到街噶，咁就唔使担心冲完凉啲水蒸气蒸住个厕所啦。系喎，厕所都明窗啦。廚房不是不明窗吧，一樣是有隻望街的窗。哇，真的很光猛喎、啊！何生，入嚟看看房先，做曬做地台，儲物空間多。再看看呢邊有個大型的衣櫃，衣櫃的深度是可以打橫咁樣掛得落一件男人衫的。呢度嘅储物空间够晒一家五口去做储物。再嚟睇下景观，系同厅一样向东南光猛噶。何生签咗呢份合约之后，个单位就系你噶啦。你住先，咁啲配套又点先？配套，我而家即刻带你睇下啲配套。呢度嘅配套非常之完善噶，有巴士总站、学校、医院，转角位有超市。行過少少，仲會有油汗街市添。喺海皮嘅左手邊就係關閘，右手邊過條橋就係氹仔。今日介紹就係咁多。如果想知道三房點樣改動嘅話咧，贊好我哋嘅專業喺下面留言一，我哋會有專人回覆你噶啦。拜拜！想我哋幫你嘅物業拍攝樓宇介紹片，就快啲私信我哋啦。記得要贊好我哋嘅 Facebook 專業，關注我哋嘅 YouTube 同微信公眾號啊！